八进小星、八进巨星啊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五场赛事。三番千二短途杯赛嘅场合大热系五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电源之举抢住出嚟啊！中间位置咧做精算部署啦，走上去噶嘛，红衫有八骏巨星，出边红眼罩知道长胜啊，外边做一只天开心啊，进占第三啊，咁啊再后边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嘅马啦，黄衫就系升龙区啦，后边三只九九围金能文能武啊，咁啊黑衫红帽暂时殿后咧系撼天热翼嚟噶，去到对面直攞中段咯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知道长胜啊，快过只八骏巨星添啊，第三位咧就天开心，第四位精。算部署啦，蓝衫第五电源之区，黄衫第六外边啊，升龙区啊，后边三只九九围金、粉红马骝、能文能武啊，包咗落尾嘅马咧就撼天铁翼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啦，前面放嘅马仲系知道长胜啊，八骏巨星响佢外边啊，第三位嘅马外边有精算部署啦，等入边有添开心啦，蓝衫中档第五电源之区，出边第六啊升龙区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八骏巨星啊占先咗半嘅身位，埋边追有添开心，外边上系精算部署啦，后多层啊嘛，出边升龙区上。中间位置仲有电源之区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精算部署将后面嘅对手越抛越甩，赢出呢场扶轮百周年挑战杯五场五揭秘快啦！第二名啊嘛，电源之区啊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外边又包尾追上嚟，撼天铁翼过唔过到八骏巨星呢？结果今场赛事都锐意继续跑谷草啊！呢场杯赛嘅场合，结果精算部署掟甩赢啊！第二名嘅马。电源之区第三啊，紧张啲啊！外边撼天铁翼上咗嚟，过唔过到埋面八骏巨星啊？好近啊！本顿精算部署今晚就起码先啦，都掟到甩晒嚟赢啊！捧走今届嘅扶轮百周年挑战杯，跑第二名向你报名嘅电源之区，第三名就好接近啦。入边八骏巨星同埋出边撼天铁翼咧，埋门都冲咗上嚟嘅。咁啊，五场五叫咩快法，真系跑得好嘅，乜只马都有啊！你见佢都入直路都涌上嚟啊！今次不容再失啦，17蚊呀！潘顿话上次我都失咗手啦，今次就补翻中。咁啊，防晒眼罩咧就帮到手啦。大热系五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电源之举抢住出嚟啊！中间位置咧做精算部署啦，走上去噶嘛，红衫有八骏巨星，出边红眼罩知道长胜啊，外边做一只天开心啊，进占第三啊，咁啊再后边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嘅马啦，黄衫就系升龙区啦，后边三只九九围金能文能武啊，咁啊黑衫红帽暂时殿后咧系撼天铁翼嚟噶，去到对面直攞中段咯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知道长胜啊，快过只八骏巨星添啊，第三位咧就添开心，第四位精算部署啦，蓝衫第五电源之区黄。三第六外边啊，升龙区啊，后边三只九九围金、粉红眼罩、能文能武啊，包咗落尾嘅马咧就撼天铁翼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啦，前面放嘅马仲系知道长胜啊，八骏巨星响佢外边啊，第三位嘅马外边有精算部署啦，等入边有添开心啦，蓝衫中档第五电源之区，出边第六啊升龙区嗰啲马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八骏巨星啊占先咗半嘅身位，埋边追有添开心，外边上系精算部署啦，后多层啊嘛，出边升龙区上紧嚟，中间位置仲有电源之区啊，最后一百米。到啦！精算部署将后面嘅对手越抛越甩，赢出呢场扶轮百周年挑战杯五场五揭秘快啦！第二名啊嘛，好啦，咁啊即刻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啊系五号嘅精算部署啊，独人派17.5，位置派11.5。跑第二名系二号嘅电源之区，位置派25蚊。跑第三名系六号嘅撼天铁翼，位置派28.5。跑第四名啦就系一号嘅八骏巨星，连赢二搭五派91蚊。二重彩五号、二号顺序派123蚊，单天二号、五号、六号派210蚊，位置 Q 二搭五就派35蚊。二搭六派116.5，三重彩五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就派613蚊嘅。终于都喺呢一场杯赛场合咧，就取得马匹季内咧就另外一场胜仗啦，亦都补埋杯添。咁啊，见到潘顿今场咧都早段啊刻意啊拖一拖，转弯咧都唔等啦，移定出去三叠一望空咧，只马今场啊好好反应嘅。今场一对放头的马咧，翻到嚟都真系麻麻地喎。今晚真系暂时放头嘅，真系唔算话好特别喎个优势。好啦，咁啊，上次就外档啊，
今日一抽翻个内档加翻个开缝，即系防生眼罩，帮到手。电源之驹今晚就好有肥，有个一档啊出闸佢应声弹出添啊，系啊，之后拖翻住，系啊，即系始终都唔系放啊，咁啊难。怪啊！蔡若翰今晚啲练马狮王啊，咁有飞啦，因为呢一场已经率先啊攞到十二分先啦，又同埋之前都冇练马狮啊大甩嘅。佢啊前边未有分都仲有得落飞啊，咁啊不过呢只都系即系今晚其中一只擂台等啦，咁啊捧杯啊。纯计死数咁，佢呢场六啊九分赢都好合理嘅。咁啊睇睇四连环嘅预计派彩，一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六号派211元。四重彩五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一号顺序派2691元。人而家跑赢八十分嗰只华丽彩胜噶嘛，所以计开翻佢仲有得升上去噶，咁所以就17.5咯。蔡永汉又整多个加油闸咁。话今晚作同样部署嘅，仲有只无限美丽，都系交咗落去潘顿手上噶啦，跑尾场。蓝天铁翼都算是追得好的了，今次啊其实都确认到他后上的跑法跑得好的，算不错啊，即是今晚这样后追一匹派如龙，一匹蓝天铁翼都值得跟进的，掟出去冲的都不是很多马的，他啊上次捉住跑都跑得好啊，今次马少啊，没办法啊，得九只马去排九档，我觉得他都真的冲得挺好啊，就是蓝天铁翼。反而八进巨星咧，就佢都估唔到知道长胜诶，着意要放咁，但系睇翻一阵早段咧，我都觉得点解要抢拉到只马抢晒口咧？咁啊，钟奕礼，但系今场啊，精算部说就赢到马噶啦，咁啊，捧埋杯添。但系出到嚟行得滞嗰只八进巨星，劲得滞啊！头先我两根拖住出到去，飙晒汗。好，睇下个颁奖先。咁啊，扶轮百周年挑战杯，啊，今晚咧胜出马主咧精算部说就庞希庭先生，咁佢精算都有唔错嘅成绩交出嚟噶，特殊啊、部说啊呢啲都交得到好表现嘅。今晚马主都即系大庞山都支持啊，蔡河马房好多年啊，都一直以嚟都有好多马喺佢度啦，咁啊蔡都帮佢揾好多好马。仲有一匹啊，激流啊，咁就一等一等喎、啊，但系玩完暴雪就去啲激流啊，激流近期试习都唔合格。潘顿啊，剪咗个新发型，今晚起码先。咁啊，恭喜晒马主骑练1.7倍大热啊！睇翻个巡逻影片啦，四档一扎扎跳啊，八进巨星，咁但系一档咧，电源之驹应声弹出啦，布文啊，我唔会放噶，因为我要靠追嘅。咁啊，前边啊八进巨星走啦，喺出边咧知道长胜啊，好着意要走嘅，咁啊结果双双放咗头先啦，咁啊添开心，咁啊潘顿都乐于拖拖俾你埋嚟噶啦，咬住个第四位精算部署入边电源之驹，出边升龙驹，跟住贴栏位置九九围金包尾嗰对能文能武，由贴栏追入，跟住抄到最出追就撼天铁翼。头两段47.38秒，以今晚时间计，即系其实算可能中等步速啦吓，即系总时间当然系慢嘅。但前边结果八进巨星，因为行得滞啊，呢度一捉咧就马啲飘口斗口啊。呢度已经系第二次咁样捉又斗噶啦，其实因为直路对面直路中间已经系拖咗一次噶啦，转弯再拖，其实只马系成程我都觉得佢走得唔自然嘅。添开心又点咧？呢、这个位有啲窄，都摔咗去内栏、啊。系咯，有啲窄，因为八进巨星咧开始力弱挨咗入去啊，所以把道又唔系骑得好尽情啦。但系末段其实再打开翻俾佢噶啦，又再挨一挨，因为临尾九九围金系过佢啊。嗯。咁啊，第五场赛事都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噶啦。
为直销派彩二搭五派35蚊，五搭六派35蚊，二搭六派116.5。二重彩五号、二号顺序派123蚊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五号、六号派211蚊。四重彩五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一号顺序派2691蚊。马宝头关二号、尾关五号派256.5。头关二号、尾关二号派133蚊。第二号马 T 头关二号、五号、九号、尾关二号、五号、六号派4472蚊。第一号三宝头关十二号、次关二号、尾关五号派1682蚊，尾关二号安慰奖就派770蚊。分段时间头段24秒07，第二段23秒31，末段22秒98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10秒36。